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人都来了，看样子大事不妙啊！是啊，那叶志坚投资方撤资了十几个亿啊，现在股价暴跌，太可怕了。作为公司的实际管理者，这次是应隐针对凌霄计划的错误判断，和风险管理不当，致公司出现重大损失。经集团董事会决定，暂时撤销你牛威的管理权。从公司长远的发展角度考虑，而不得已做出的决定。会后。 股东会有权限制你公司的邮箱、服务器权限、出入权限和工作内的移动数据，因为还没有到无力回天的地步，你们就让我舍弃牛尾自保，这是老爷子的指令吗？不，这是我们整个董事会的决定，而且我们是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，我们一致认为这是目前降低风险的最好办法。林总，舍小才能保全大局，不要因为一个溜位，伤害到整个集团的利益。